市委省政府已成立事件调查组，对事件原因进行进一步深入调查。在此，作为赛事主办方，我们深感内疚和自责，并对遇难人员表示沉痛哀悼，对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深切的慰问。然后我爬到一个没事，这条没事，三十多空旷的地方，我都坐到正中间，旁边有抖的地方我都没起，我一直在那里坐，坐了几个小时，多少次想睡。OK， 你等个，我不用，我把我家人看到没出去吧，我真的是。那我们这样，大家报个平安。我跟你说，没有，我跟我家里面说的时候，我一切安好，爱他们，请他们，我千万不能让他们担心。不是担心的话，我哭了，哭着没事，不激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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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也不要看，也不要说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还有一个朋友叫吴新民，008号 ，M008。看一下有没有。008。嗯。到下面到。